浅色系装潢、大面积玻璃窗、咖啡馆概念店，从内装风格到时尚菜单、大早餐、创意甜点，彻底转换全新风貌。想要来这边开会讨论一下，换个工作环境，然后也觉得这边环境真的是很棒。我今天点这个早餐盘跟这个沙拉都觉得还蛮好吃的，跟一般咖啡厅吃得到的那种熟食不太一样，整体风格都明亮了很多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拍照打卡，所以就是这一次来是因为想说外面蛮漂亮，就来进来试试看，吃吃午餐。咖啡馆全面翻新之外，更大胆跨界翻碗，统称咖啡。三种咖啡豆搭配雪莉桶、波本桶和葡萄酒桶风味，附上冰块、牛奶，自己调配专属滋味。我在市面上目前是还没有看到，所以我觉得很特别，我就点来喝喝看。它其实是只有带有威士忌风味，可是它是零酒精的咖啡，然后喝起来是很滑顺的。呼应南京商圈，咖啡馆展现都会生活新面貌。一楼规划精品手冲吧，二楼大客厅，三楼交易厅为概念设计，赋予每一层楼不同功能空间体验。我们希望呢，可以借由这个再造的工程，让整个品牌呢更现代化跟生活化，以这个崭新的面貌与消费者去进行沟通。陪伴民众26年，带来更加年轻的品牌印象，打造最放松的咖啡馆，成为跑咖新地标。东森新闻温彦君、廖静颖在台北报道。